这是一款可以兼顾运动和家用的豪华品牌中大型轿车。外观方面，宽体低矮的造型，无边框的车门，溜背式的设计以及黑化的处理，运动风格明显。内饰部分整体的科技感很强，因为做工用料细节到位，所以整体呈现出的档次感很好。在运动溜背的造型之下，后排空间是超出预期的。我身高1.86米，首先坐垫高度够高，头部空间够用，腿部空间充裕，因此这款车的后排空间也可以兼顾一定的商务需求。看起来的话，有着典型的奥迪 MLB 平台车型的特征，但是相比之下，底盘要更加的紧致，油门调教要更加的灵敏。虽然说是无边框车门，但是有着非常不错的 NVH 表现，可以带来这个级别应该有的高级感。配合智能夸丑四驱，我觉得是一款在这个级别当中更有乐趣，同时可以兼顾家用的中大型轿车。